我摔车了之后啊，我发现我的东西都摔坏了，所以我整个配备都升级了，我太感谢了，只有这么好的事情。伤势除了是哪几个地方的？外的地方？有一点点脑震荡，然后脸，然后身上一点点的擦伤，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脑震荡嘛，所以记忆会很差，像是我可能要走到那里要做一件事，然后走到那我就我要干嘛，以前就会了，然后撞了以后更严重，会衰退，对对对对对，真的会。嗯，我小时候原来我人生还可以走到这地步，然后我朋友就说还好还好，你有很多的智商可以衰退，可以消耗，就是哦。老师，对，我们在天才中中中年度的 Temple 总冠军。对，所以我下礼拜就要去，我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恢复。最后决赛还是我跟你一起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两个挑战贵人。我只有一个女生，然后把男生一个一个干掉。对。结果最后是我跟他，对，然后我输给他。